TWICE 在昨日结束了世界巡回演唱会，酒徒们终于能够迎来久违的休息。没想到今日 TWICE 在社群上贴了两个日期，却没有写下任何的注记。距离 TWICE 上次 Scientist 回归已经时隔了七个月，难道 TWICE 终于要准备回归了吗？希望 JYP 能够早日宣布好消息，这神秘数字真让 ONCE 们快要等不及啦。